你可以吸自把餐盒带回家，那你把枕头夹子带走，然后你就可以帮 Daddy 带午餐。夹子夹豆腐，夹子夹豆腐，应该可以吧？可能他的豆腐是硬的、啊。夹不到。你怎么会夹不到？因为我怕我衣服中枪。中枪哦、喔，太危险了吧？会有子弹飞出来、欸，一定是美国学校，一定是美国素食餐厅，什么鬼？